医院去了吗？去了去了。怎么说啊？啊，人老了，嗯，那个部件都磨损了。哎呀，快说吧。味觉丧失。哎呦，能不能治好啊？哎呀，治好又怎么样？不治好又怎么样？说哪个男人到了最后，老了的时候？不都是白头发白胡子老爷爷吗？那倒是，不过你这个我已经跟小夏说好了，我呢应该回家退休享清福了，这后厨以后就交给你了。哎呦啊，你接着累。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啊？没跟你开玩笑，一个厨子不能闻到菜的香味，不能尝出菜的咸淡，他还怎么干呢？那倒是，川江那块牌子扛到今天不容易，我走了，也只有你能继续扛下去。可是我这能力跟你比，我行了吧你一样能行，啊！今儿我算是陪你最后一天，哎，咱说好了，下班的时候咱俩得喝顿酒，是你请我啊！哎，你这个老家伙，你抠门着呢。好长时间没请我喝酒了吧？哎呀，你说你赚那么多钱，你干嘛呀？你喝酒没事儿，比这个行。有什么话，咱俩喝酒后再说。好，喝一半啊，喝一半啊，喝一半，喝一半。嗯，好好好。为什么说喝一半呢？嗯。因为把川江人家委托给你，这是我一半的心思，我还有一半心思没跟你说。嗯，我说完了下一半，咱俩再把这一半酒喝了。行，您说。我这退休回家去了，我有四个闺女，我还有外孙子，啊，我多热闹啊，家里头，天伦之乐呀。所以、啊，离休了，退休了，我离开这儿了，我不寂寞。嗯，你呢？啊，我怎么了？那个孤寡老头，是不是？以后工作更重了，天天在这后厨忙啊忙啊忙一天，回到家还是一孤寡老头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听我说，我心疼你。哎，你跟爱静怎么样？我跟爱静怎么样？我跟他能怎么样？我没说你现在怎么样，我是说以后怎么样。没有以后，你看嘴硬是不是？我问你，年轻的时候动过那心没有？喜欢过爱静没有？没有。嘴硬，想想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承认了吧？我说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跟爱静是你之间的一个障碍？我向你发誓，拿我人格向你保证，我跟他什么都没有，他就是我闺女的小姨。这么多年来，这个人兢兢业业地帮助我们，有一颗善良的心。那是那是，所以你应该去追他呀。你年轻时候爱过人家，他又不是说非我不嫁，他现在就是没遇上一个死心塌地的追他，追得他无路可逃的这么个男人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就是最合适的男人。你等会儿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应该追爱静去啊，把他追到手了。哎，师哥啊，今儿给你送行，怎么弄我头上来了？你看，你看，我敬你喝。别！你要不应了我，你跟爱静这件事儿，我喝不了这半杯酒。你不喝，我就不答应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那我喝了你就答应。
来，师哥，干了！祝你幸福，祝你幸福。哎，来，我给你倒。别别别！喂，老东西，嗯，以后是不是叫我姐夫了？早了点吧。即兴了。爸，看金妈！阿姨的手指疼了。看金妈，爸！哇，欧巴，全来外公你好帅啊！全爱公，你太帅了，你就是我心里的偶像。哎呦，这两个小鬼真是会说啊，逗得我高兴。好，爸您，这是要去走红毯呢？怎么穿成这样啊？今天没红地毯走，把这身西服翻出来穿上，算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一种感觉吧。想跟你们说点事儿。我呀，已经正式从川江退休了。啊，爸，您开什么玩笑啊？啊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现在已经把川江后厨的所有工作都交出去了。这怎么说退就退了呢？对呀，您退休也得有个理由啊。是啊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赶快说吧。啊，我身体出了点问题。啊！哎，不。别着急，别紧张，不是什么癌症啊什么的，不是啊，放松，是我的舌头跟我罢工了。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说我这个人啊是个厨师，这辈子我甜酸苦辣尝的比旁人多，所以我的舌头累了，现在他跟我罢工了，只能靠回味生活了。全来外公，舌头罢工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我味觉丧失了呀，现在什么味道在我嘴里都是没有味道，明白了吧？外公，什么是味觉丧失啊？就是什么味道，不管甜的、酸的、苦啊、辣的，到了全来外公嘴里头，都是一个味道。干嘛呀？做封闭。嗯。外公酸吗？不酸。真的不酸。嗯。哎呀，挺好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为什么不早点跟我们说呢？我们也好带您到医院去看看呀，是吧？思远他认识好多人。是啊，爸，我认识很多专家教授。嗯。要不明天我帮你安排一下，让他们给你好好看看。这个事儿啊，已经有一阵儿了。经常他们两个就说：“哎呀，爸爸今天怎么做汤做咸了呀？”我也去了医院几趟，医生说尝不出什么味道来了，这跟情绪也有关系。爸，您情绪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们说呀？没有，这个当这个厨师长，啊，什么食材呀，什么甜酸苦辣呀，都得操心，容不得半点的差错，就着急，每天都生活得很紧张。现在不挺好的吗？现在我一下就放松了，啊，我尝不出甜酸苦辣来了，我还怎么要求人家呀？所以我这样，啊，这么多年了，这把青春都献给了这个川江后厨了，现在我不能把我的老年也献给他呀？好不容易，哎，有这么一个事儿，我就正式退出来了嘛。我退的也心甘情愿，是不是？爸，所以啊，你也别那么较真了，难得糊涂嘛。嗯，对，这样也挺好的，是吧？过去是老跟甜酸苦辣较真，现在是什么味道都一样了，糊里糊涂的，这不也是一道菜吗？爸爸，要不你换个医院，换个医生再看看，总尝不出味道，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不查了。我现在已经能接受这个现实了，就是说未来你们再回家，咱们有这样的家庭聚会，爸爸下厨给你们做饭的时候，甜呐、酸呐，哪个味道重了，哪个味道轻了，请各位多担待。全来外公，我
们大家吃的是亲人的味道，而不是全大厨师的味道。就算你给我们做咸菜，我们也爱吃。呵，你瞧这肚子，啊，人不大，你说出这么大的道理来了。所以爸，你就放心做吧，无论你做的是什么味道，我们都爱吃。我们爱吃爸爸做的菜。老全，你上医院看了，这医生说怎么治疗啊？给你开药了吗？对呀。医生说，也有一种可能，慢慢他就恢复了，但现在也没有什么药可治。爸，我说两句啊，既然是因为情绪所引起的，我看不如这样，我帮您找一个风景不错的疗养院，我们住一段时间，调养一下我们的心理的状态。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比较好。哎，你没事干了什么疗养院啊？为什么疗养院？我爸就家在这好好，因为情绪所引起的，那就应该带他去玩，去度假。疗养院专门玩，全位度假，去度假。别急，爸，这样的，回头呢，我去旅行社给您报个团，您想去三亚呀，去国外都可以，咱去国外散散心，是吧？啊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是好主意啊。但是你说我现在是忙活这么多年了，刚刚退休在家，我现在还挺享受这种不去上班的生活的啊。等我把这个生活过腻了，我再找你们两个，好不好？行，爸，听您的，您说了算。是啊，先在家好好休息休息。行，那咱们今天这会就开到这儿。爸，我做饭。今天的饭，外边吃。好，吃饭。吃饭吃饭。好，我请客。行，小姨说了啊，今天她请客啊。走，谁也不许抢着买单。姐夫，哎，来，喝点热茶。好。哎呀，你也坐来。你真想好了，不干了？这还能干吗？跟你爸学艺的时候，你爸就说过，一个厨师做坏了菜，首先你得自个儿吃。哎呀，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，把菜做的味道做的不好。你爸就让我自己吃，一连吃了六盘宫保鸡丁。现在我连吃的资格都没有。姐夫，这生老病死啊，这是咱人都得经过的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正好趁现在这个机会呀，好好的休息休息，要不然就你这性格，闲都闲不下来。来，喝茶。好好好，行，趁热喝。哎，我先去那边把那收拾了啊。哎呀，一个厨师，哼，尝不出味道来。哎呀，真是天意。哎，钱叔，哎，啊，今天菜苗特别新鲜，来点，你看。哎，可不是嘛，哎，真新鲜。我给老豆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近点啊。您都退休了，还管那么多事儿啊？哎，可不是嘛，我退休了。哎呀，那我就不打扰他们了。那行，我给家里买两份。哎，好嘞。多少钱呢？不要钱，您自己吃，不要钱的。那哪行啊，你做生意我能不给钱吗？您照顾我们生意十几年了，我就是卖菜的，别的送不起，菜我送得起啊。那不行不行，来来来，哎，你要这样我不要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走，不要钱啊。有空过来啊。谢谢。啊，好的，李主任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您先忙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实在太麻烦您了啊，拜拜。啊，终于约上了。这个李主任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他现在在美国，不过他下周就回来，答应我第一时间让我爸去看。我爸这病啊，其实就是心理上的疾病。说实话，我还真不想让他好，他如果不好就不用上班了，他也该享享福了。昨天我已经托朋友找国外的专家了。这要是国内看不好，咱就到国外去，费用我来出，好吗？
医生，如果像你说的，不是因为身体疾病造成的，那就好。可是我吧，看了那个网上的一些，好像说是这种病跟什么脑子里面长肿瘤有关系。呸呸呸！这个，我吓得我好几天都没睡得着觉。不是这样。那医生啊，照您这么说，那对症下药，是不是我爸爸的味觉就可以恢复了？大梅啊，我全放。哎呀，就是那个行政科的呀，我老去你们财务室去，老拿那个辣椒酱给你们吃，你们几个都抢着吃的那个，想起来了吗？哎，我记得你老公好像是医院的医生是吧？我爸爸呀，他是饭店的厨师长，这个饭店不能离开他的，他现在什么都尝不出来了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你想想办法吧，好不好？看来只能靠中医来慢慢的调理他的身体。赵敏同学，我是全方啊。哎，我记得你爸爸好像是那个医院的院长，对吧？啊，不是啊。哦，你妈妈是护士长是吧？我爸爸这几天突然间就觉得他的……喂，真是的。谢谢啊。好。泉水，你说我们跑了这么多地方了，到底有没有用啊？我就在想啊，这几天因为我在酒吧工作的事儿太惹爸爸生气了，要不是我，他也不会丧失味觉的。其实我也有原因，爸爸跟我说周翔的事情，我就顶撞他，害得他那么生气。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跟他讲呀？是我太不懂事。你说我们跑了那么多医院，看了那么多医生，虽然说法有点不一样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就是爸爸这个病不是能很快治好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回家打起精神，这是个持久战，知道吗？再不能惹他生气了。妈咪，你现在在忙吗？我想求你帮我办一件事情。哟，女儿，什么事儿啊？说。就是全来外公的味觉失灵了，然后你看法国有那么多名厨，是不是也有治疗这种病的药呢？你帮我问一下，最好是像治疗哮喘的那种药，就一吃就好的最好了。行，那我去找找。杜女士，现在这是你的头等大事，一定要帮我办成。对了，老厂长啊，今天给我打一电话，问爸好，说爸那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跟他开口。哎呀，有人惦记就是好啊。你怎么了你？我今天在家里把电话号码本上的那电话啊，通通打了一遍。不是那些人空号停机了，就是时间太久，人家根本就想不起来啊。我本来想就找一找谁家是学医的啊，谁家在医院干过，看看爸的那个病情，我把这跟他们讲一下。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一个朋友都没有。哎呀，我就想啊，咱爸这个他怎么就突喂，我刚想给你发信息呢。是啊，发短信祝福我和郭崇新婚快乐吗？别着急啊，结婚请柬一会儿就到了，我就是提前告诉你一声。喂，喂，
什么呀？都是健脾开胃的药，有国外的，有国内的，都在这儿了。我爸呀，不是没胃口，是吃不出味道。你这些药能管用吗？没有胃口，肯定就没有食欲嘛。全叔对我这么好，我肯定要尽一份孝心嘛。车在楼下等我，我先走了啊。谢谢啊，王冲。全叔，呵，哎呦，黄牡丹，来来来来来，屋里坐。哎呦，你怎么有空来了？今天我给您送药来了啊，这是我在山上采的药，什么？这都是野生的草药，你看，不是，可新鲜了。你上山上采的药？我是跟一个老中医问的方子。我给您采的，这老中医可神了，我跟您说，就我婆婆之前不得那癌症吗？医生说只能活三个月，结果吃了他的药，活到现在都好好的。瞧我这病得的真是，哎，把你们大伙儿都给折腾了，你还亲自出去采药。走走，咱屋里喝茶，什么也不说。不了不了，全叔，那什么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您这不算病，您稍微养一养，调养调养，那就好了。全叔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全叔，这个药啊，您要是吃着好，我再给您采啊。哎，您告诉我，我走了，全叔，再见。再见。我找郭崇。哦，全仁小姐您好，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，郭总经理马上就要跟于晶晶小姐结婚了，对你，他表示非常抱歉。哎，等等，全仁小姐，请自重。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卖呀、啊？这以前是我在这儿的，我一直在这儿卖河粉和炒面。在这儿怎么了？我在这儿。大哥，咱们就有个先来后到，对吧？咱们得讲什么先来后到？什么先来后到？本来这地是我先来的，是我在这儿卖河粉和炒面。谁规定是你家地方了？写你家名了？谁先来就是谁的。今天这地方不是你在哪儿卖都行，你在那边卖，那边卖都可以，你不能在我这儿卖。大哥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呀、啊？你欺负人，你该哪儿去哪儿去啊！你不能在这儿卖！哎哎，别动，别动！干什么？你不能在这儿卖！我放干什么你？你还动我车？欺负你怎么了？了今天我就欺负你了，你这娘们！哎，你不能在这儿卖，这是我先来的。哎呦，你这娘们！你干什么？哎哎哎哎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！你谁呀、啊？别别
给我滚开！滚开的是你，你一大老爷们在这欺负一弱女子，算什么男人？我怎么欺负她？这是我的地方。你再给我胡搅蛮缠，我胳膊给你卸了，行不？哎呀，我就不信！别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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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了！哎呀，我跟他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打这么打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行了行了，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，没事，来，别，走走走走走，赶紧走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还废话多不？给我滚！行了行了，你是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说你跟他打架，到时候警察来了怎么办？没事，也见得多了。干嘛去？不是，我看他挺可怜的。理他干什么？这种人，活该。你走吧，啊，没事了，有你在，他肯定不会欺负我的。我自己过去说两句。行吧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有啥事你喊我一声，啊。走吧。小心点。大伙。要不然你就别走了，就在这干，我也在这干，我们公平竞争。让他再打我一顿。喂，你就在这儿，我在对面，就这么地了。你知道我这房子为什么让你装修吗？就是让你当女主人的。我是别人吗？嗯，你就跟这儿做饭，我就在那儿坐着看你做饭。看金毛，就是我，还在自己摸。我跟你说。哎，小水啊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呢？你有调休啊？啊，对了，桌子上刚才快递给你送来的，写着泉水亲启呢，你赶紧看看，别误了什么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怎么了？让我看看。欢迎参加郭崇先生和于晶晶女士的婚礼。那你哭什么呀？这小子无情无义，是不是？哎，怎么了，泉水？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，嘿，怎么了？你这是，啊？哎，他郭崇结婚，你那么难受干什么呀？爸爸，你总该让我进去。
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老陈，哎，陈水，炒面了，来了，杨姐，稍等，稍等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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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哎，来来来来，我来给你拿椅子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，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坐坐坐，大姐，现在给我吃饭了，好，没问题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哎呀，好吃的不得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老乡是在大酒店当过学徒的，他师傅那是大厨师，哎呦，都上过电视的，哎呀，怪不得这么好吃，跟名师学过呀，那应该是在大饭店，怎么跑到这儿来做小生意来了？什么叫小生意？卖小玩意儿，卖梳子都能弄上市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努力。我听说沙县小吃也快要上市了，兴许啊，你们牡丹姐这炒粉上市呢。行，我要是上市啊，就天天请你们吃炒河粉、炒面。哦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炒面了，好吃不贵，不让您吃了，这回想下回。哎，哎，大兄弟，吃炒面呢？味道怎么样啊？啊，相当好，保证你吃完这回想下回。哎，兄弟，咱那边吃也那边人多。哎，哎，来来来，兄弟，哎呀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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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陈水，爸爸进来喽。陈水，来，爸给你煮了碗热汤面啊，来，起来吃口。这孩子怎么脸通红了？怎么？发烧了，哎，你快醒醒，你起来吃口东西，我给你找点药啊，吃完药好好睡一觉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你愁死人了，知道吗？你都高烧80几度了，知道吗？爸担心死了，来看了好几回，溜溜的睡了快一天了。你说你至于吗？又不是第一次失恋了，想开点啊。
你那请柬啊，我们都看了。我让杜思远给郭崇打电话了，可是郭崇的电话是他家里人接的。他家里人说了，这婚礼结束之前不会让郭崇跟任何人联系的。真的吗？那你的意思他是被逼的？是不是被逼的已经不重要了，知道吗？啊？其实你刚开始跟郭崇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不反对。可是现在你看看他家里人反对成什么样啊！啊，你们俩的事儿根本就不可能。我告诉你啊，王子跟灰姑娘的故事就只有出现在童话里跟电视剧里，当然那个电影里也有。你们俩现在还没结婚就已经被阻止成这样了，要结婚还不定怎么样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反对。泉水啊，我觉得二姐说的对，有什么过不去的呀？哎，大姐是一个过来人啊，你听我们一句劝，像这种情感上的事儿，那长痛不如短痛，赶快好起来，好起来又是一条好汉。哎呀，失恋就是一种病了。有首歌怎么唱来着？失恋是一种病哦，失恋是一种病。那小子顺窗户跑了，我怎么了？没找着他人，顺窗户跑了。哎呦，爸爸！哎，快坐坐坐坐，好久没有。嗯，你不再睡会儿啊？看，啊，别为这事儿着急上火的。爸爸，你说郭崇现在在干嘛？怎么了？还想着他呢？想他干嘛呀？一看就是一公子哥，你说他能干嘛呀？兴高采烈的准备他自个儿的婚礼呗。别想他。我想也是。你瞧这孩子，这一下午这上火上的这嘴角都破了，哎呦，这是怎么还有点热呀？行了行了，不想了啊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想点高兴的事儿。爸去给你倒杯热水哈，多喝水，多喝水就消火了啊。等着，不许想他了。水。
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要结婚了吗？你听我跟你解释行吗？啊，我跟于晶结婚是被我爸逼的，我被关起来，我没有办法跟你联系。泉水，嘿，人哪儿去了？这是倒杯水的功夫。好了，泉水，别难过了啊，爸给你倒点热水，泉水，爸进来了啊，我进来喽。